包，我马上来。那你好好去练，是吧？
喝一五斤了，不然就受不了。
很容易撞。刚才没跟您讲，所以说我是拿一道数学的计算公式算出来的，算完之后我就发现我承担这个风险有没有价值，但是呢我现在在努力做另外一件事，就是我才努力做另外一件事，说我要两个单位，我想我配合你有少量3.5吗？差不了来着，要打的话，我刚才他的电话里面，他说我把收入从3.5打到多少啊？但是他说，
Thank you.
他妈，他进步十张后面的。因为真的有用，我见过这，是啊，不是礼拜天，不是两天，他跟上班一样的。他们又吃完了。妈呀，还得手链。Thank you.
哎，还说身份。